白雪。我们在5%伤害耶，灌过去零死哦。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下白雪作为队长，白雪去了，威力为什么？啊，不行，好像不太一样啊，非常棒，下次继续保持哈、就喜欢这种观众，嗯，有想法的观众对吧？看这个，我发现这一对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哎、欸。就是我们拉火屋是可以无视燃烧的哦，4000亿耶！哇，这个二奖吗？这是二奖的规格吗？好猛哦！对，我们在开这个，感谢 Max 加入我们香蕉搭乐园，谢谢你。哦，他会留这个加护符石，赞，捏捏赞，各位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这边就直接手消全光好了。哎，其实这可以全消掉哎。平均20康以上哎、欸，哇，这配置太狠了吧？一定是 Terry 可以给我特权是不是？这么顶的吗 ？Terry， 哎、欸，这边可以直接打，手烧全火就行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没有内线无视燃烧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可以拉这个角色猪无视燃烧，无视燃烧，无视燃烧，好猛哦！看这转速时间有点短了，这堆好像不能乱玩哎、欸。引爆会留加护，对啊，很棒，看这个主动技能，最水那种。第三关，这边好像直接转就好了，怎么卡的？开这个好了，没有啦，是这队太强。我干，我不会转出，这样好了。哦，天降 ，nice。白雪主动技能无视燃烧，哦，哦，对，所以你没有开白雪的话，你就拉火物角色助也行。这边的话，我们来挡死一下好了，各位，这个可以不用开，开这个就好了。控场，然后我们尽量留水珠，尽量如果有10颗水的话是最好的。有没有10颗水呀、啊？哎，拖10颗水珠，操！这边看起来只有8颗耶，干鸡掰啦！我现在把我转掉，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我们有龙科，非常棒，这边零回合，好，直接零回合过，又偷偷开挂了是吧？很妙啊，现在还可以啦，现在剧本很 OK， 这游戏有外挂一堆吧，只是因为大家都。单机玩，所以就没有特别感受到外挂，不然应该是一堆人在开啦，只是官方没装而已。而且通常也不太好发现呐、啊，因为这不是单机游戏吗？谁管其他人怎么玩的？之前信长有机会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但我没有很想试。哦，可以开技能了，所以直接输出，无情输出。哦，哦，好吧，就这样。嗯，应该是太准，外挂直接八哈剑，看、这个，那就爆炸了。然后燃烧的话，你们说白雪的主动技能无视燃烧是不是？呜，干这做球哎、欸，单技啊外挂真是怠惰，没有啊，有些人就喜欢把神魔当一个真正的挂机游戏啊。他们就喜欢一扛一扛一扛，然后就过关。你知道那外挂可以做到直接把敌人的技能删除吗？超智障的！把那个神魔当作真正的挂机游戏玩呢、欸。Terry 单杀一金，好像打得出来，但是要吸敌方的攻击。今天看小当家一直卡，那只好来看我了，只好来看这个帅哥台了，对吧？然后这队无视中毒，所以这边就直接不会中毒。什么也没多少东西玩，嗯，我们火屋可以让整队人类无视无鼠盾，所以这边应该没问题。看起来他也没有那个致命伤，因为我们无视中毒，所以这边基本上我们就算没带走，也是慢慢磨技能就好。
自信一点把帅哥拿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帅哥才是最应该留的部分吧？啊，确定欸。好，这里的话我们直接回个血，舒爽进入到下一关。其实可以再洗技能，那应该不用了。会直播玩黑色五叶草游戏吗？那是啥？什么东西？好，这我们开个技能吧。这个开了应该就可以过了，我这样。而且还顺便帮我压一点点血，这样，所以是好人，对吧？二十，哦，这还可以这样，哦哦，水手月亮很猛哎，跟这队超搭的，二十九哎，哦，猴女血，然后再开这个，舒服了各位，这个应该就过了。有白雪技能，那肯定是高潮了。斜转，谢谢。台官晚上好，这二掌做坏了吧？在干嘛？超鬼的、欸，开这个，然后直接手转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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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我不行了，我这手转啊啊啊啊！这手转太厉害了，我不行了啊！该按赞了，这个我看到这手转，我肯定按赞，我直播肯定先按赞，真的。乌鸦甚至开始呢，玄哥不小心搞到你的肚子了，那你就去运动啊，减肥啊，对不对？但你的肚子就会变小了，别再鞭尸了，硬要鞭尸光头，真的。声音突然摩格斯怎么讲话的？啊，他是怎么讲话的？我没有印象哎，他是嗷嗷嗷这样吗？啊，还是乱叫就是摩格斯啊！你们不要这样，摩格斯不排除提高哎、欸。有个脚转过吗？没有哎、欸。这脚转怎么转？哎、欸、干，有人要死了！哦，没有，他更新了。Holy shit， 可以哦。好，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手转。摩格斯退神魔了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继续玩。他的存在是一个未知的谜。我感觉他是外星人还是怎样的？有些想法很天马行空。延伸一下，我跟他姓 OK， 姓哥，这边开白雪应该就可以过了吧？因为有那个安安，晚上好，晚上好朋友。对，完了，这个靠背这个新珠有点给他多哎，算了，这样好了，减50%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。哦，过了，哦 ，nice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得关十，哎，开个五条好了，压压惊。关掉了，他五是减伤哎，开这个，是，整天那什么话剧色眼睛，再开这个，再开这个，冰冰冰冰，好的戏，好这里，直接开起来。对啊，冰花好爽啊！冰花意外的很顶哎、欸，我觉得这队唯一的缺点就是转职时间有点少吧，其他都很不错啊。哦，这个降到31了耶！送你下去真人，有没有人发现真人下面其实有一大包？哎、欸，他有破罩伤害耶、欸，好顶哦！他怎么可以破罩？好色哦，他这个破罩伤害太顶了吧？啊，我是不是应该开那个、啊？是不是应该开白雪啊？白雪才会适合配医院带八风盒哦。哎、欸，不用开技能直接过哎、欸！我靠，这什么？龙杰这边可以开五条，或者被打也行。开五条好了，拉五条角色猪干他。啊，不能消木猪，所以我们来叠住一下。这样子呢？五条好像有无视工钱吧？白雪叫声好赞啊！五条，哎、欸，过来，真假？这么顶的吗？好，好像又回到最初的地方了，各位，这样不就有了吗？大惊小怪，
三个十字就是这么简单，各位。理论零食不是，现在真的零食啦，现在还是零食的啦。200%提升，我就开这个。OK， 没事，我们这边直接做输出，还在输出，各位。没有了，有没有看到？18没有天降。30000龙科分数，到底我们这个二奖能不能灌过去呢？来吧，白雪！我们在5%伤害耶，灌过去零食哦。这个二奖真的是大拇指，又会叫，伤害又高。